看小视频，学大语文。知，古文字的知描绘的是一只脚加上一条线的样子，可见知最初是一个动词，表示出发、前往的意思。古诗送孟浩然之广陵，就是孟浩然要到广陵去，他的好朋友李白在送别他时写下的。之广陵就是出发到广陵去。而在更多的时候，之作为助词使用，相当于的，如《三字经》中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本性都是好的、善良的。